Hello， 你好。我们今天要去哪？今天我们要去越南店。越南店要干嘛？体验一个很好玩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就是吃鸭仔蛋。吃鸭仔蛋？对。好，那去哪里吃？去那边那个越南店。好，走吧。Go， let's go。哦，好。吃鸭仔蛋是吧？好。好味道，好味道，这个怎么吃？可以教我们吗？谢谢你，谢谢，好味道。很像咸蛋，感觉好吗？很像热的咸蛋。热的咸蛋。对，刚那个部位。刚那个部位。热的咸蛋。它这上面都有毛，你有吃到它的毛吗？还没。它是长这样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部位。剥开来是长这样。好，我没有看到它的眼睛啊。哎，它有蛋黄哎。它有蛋黄哎。突然想到，咸蛋就是用鸭蛋做的，难怪它吃起来很像咸蛋。那你再吃一口。你原味啦。原味吗？吃原味。好，我吃有毛的这个部位，我挑战。是不是咸蛋？这个部位没有味道，吃起来很像鸡胗，然后味道没有像咸蛋啊。那再吃一遍。好，我现在吃它黄色的这个部位，我加这个柠檬和盐巴，加一点点肉。哦，卖照。好吃哦，它就是咸蛋，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蛋白的地方，可是刚刚它上面有一层毛，有一层毛在外面。有加盐柠檬水，有比较好吃吗？要，比较好吃。我看，长这样，看到吗？就很像蛋糕，很像蛋糕，是不是？它只是外表很可怕，可是它其实吃起来很好吃的。因为它是用15到18天的还没孵化出来的小鸭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还可以加加看它那个九层塔。
锅饭是怎么样啊？就是跟一般的鸡汤，啊，低汤的，牛汤，牛汤，牛汤。